最近很有意思的一则新闻，就是巴菲特于二零二零年的四月三日出售了一部分 Delta 以及 Southwest 这两家航空公司的拥有权。这对于在犹豫是否要止损航空公司，还是要逢低加仓的散户投资者们，绝对是一个警告灯。巴菲特减持航空股的消息一出，Delta 的股价在开市前下跌百分之十一，Southwest 下跌百分之五。就在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四日，巴菲特接受采访时还称。 不会出售航空业，但如果说巴菲特被打脸，依然看多航空业的投资者们也发现了，巴菲特虽然减持 Southwest，但却只减持了百分之四，Delta 的减持稍多一些，高达了百分之十八，但即便如此，巴菲特依旧拥有着巨大比重的航空股。除这两家之外呢，巴菲特还持有着另两家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 以及 American Airlines。 这不禁让投资者们疑惑：股神究竟是看多还是在看空航空股？那巴菲特此举的真实原因，我们估计得等到五月的 Berkshire 股东会才能一探究竟。但在此之前呢，CK 收集了不少资料来分析一下巴菲特此举究竟为何。大家好，我是 CK，一个致力于投资理财的频道，每周三、周六准时更新视频，记得订阅来获取最新视频哦。CK 在这里呢，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现在我们的视频正式开始。原因一，巴菲特确实想减持航空股了。如果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线，二零二零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巴菲特仍然极度看好航空股，以四十六点四零每股的价格加仓一百万股的 Delta 航空，将 Delta 航空的持股权增加到了百分之十一点二。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四日，巴菲特受访时还称不会出售航空股。二零二零年四月三日。 巴菲特出售了百分之四的 Southwest 航空，同时以二十二点九六到二十六点零四每股的价格出售了一千三百万股的 Delta 航空。也就是说，就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巴菲特对航空股的态度可能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反转。这也不例外。就在三月四日，巴菲特接受采访时，美国只有二千七百七十例确诊；一个月后的今天，美国有将近四十万的人确诊。 因航空业的股价下滑，仅仅上一季度，巴菲特的 portfolio 在四只航空股上损失了五十亿美金，并且整个形势还在继续恶化。Delta 航空的 CEO 给员工的一封信中提到，Delta 每天在烧六千万美金的现金，而 Yahoo Finance 上显示，Delta 拥有的现金为二十八亿，按每天烧六千万的节奏，只可以持续四十七天，也就是一个多月。 但 Delta 同时还有债务。数据显示，Delta 的流动比率，也就是短期资产与短期负债之比，仅为零点四，属于高杠杆运作的公司。别的几家航空公司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美国航空业过去十年间花了高达百分之九十六的现金用于股权回购。就杠杆而言，Delta 以及 Southwest 已经算是杠杆较低的两家航空公司了。 这也是为什么巴菲特持有这两家的比例最高。但当高杠杆碰上黑天鹅事件，那就如一个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了。也难怪巴菲特想要减持航空股。可问题是，如果巴菲特担心的是航空业破产，减持的比例又太小，目前巴菲特仍然是 Delta 以及 Southwest 最大以及第二大的股东，那么我们就有了原因二：巴菲特是想从内幕交易身份中退出。 好，暗地操作些什么？此次巴菲特减持航空股，同时将 Delta 航空以及 Southwest 航空的控股权减到百分之九点二与百分之九点九。这有一个好处：美国证监局 SEC 有规定，任何投资者一旦拥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权超过百分之十以上，则成为了内幕人。内幕人任何的买卖交易这只股票，都必须在两个交易日内递交报告，也就会被众人得知。 以往，巴菲特并不是很喜欢对一只股票拥有超过百分之十的控股权，因为他知道巴菲特效应，也就是大家通常会跟着他买与卖。一旦他所有的交易都需要实时,时的公诸于世，他坦言将对他带来很大的执行成本。所以，一些投资者认为此次巴菲特的减持只是一次技术调整，将控股权调回到他喜欢的百分之十以内。但 C.K 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们再来看一条时间线。二零一九年三月，巴菲特第一次持股 Delta 航空超过了百分之十的界限。当时巴菲特的解释是一不小心超过了。但如果巴菲特真的介意，完全可以在当时就选择减持，更不会在二零二零年二月再继续加仓。所以这次巴菲特的减持，C.K 认为目的就在于摆脱内幕人的身份，这样直到 Berkshire 六月份的报表。 在八月中公布之前，大众无法得知巴菲特都做了哪些交易。那么，如果巴菲特在这期间有什么大动作，有两种可能：一是直接大幅度买入航空股收购；二则是大幅度卖出航空股看空。说起收购，看似有些突兀，但其实并不是没有先兆的。早在二零一九年三月，就有传言说巴菲特要收购 Southwest 航空，虽然后来传言不攻自破。 但在二零一九年的巴菲特致股东信中，也有提到一直在期待一个大型的收购机会，但无奈价格太贵。如今的航空股受重创，绝对是收购的好机会。毕竟巴菲特还持有着一千二百八十亿的现金。但是让 CK 不解的是，若是想要收购其中一家航空公司，没有必要将两只航空股都减持到百分之十以下。另外，巴菲特减持的时机也是很微妙。 整个减持的交易是在美国航空业收到美国政府的薪水补助之后发生的，这不禁让 CK 分析，巴菲特想要退出航空业的几率更大。这一点可能会引起看好美国航空业的朋友们不解哈，得到政府资金不是是好事吗？但问题在于，这些政府补助都是带有条件的，撇开短时间内不能股权回购、分发股息之外，还附有即使乘坐率超低。 也必须继续运行每一班国内航班，而这将是个无底洞，并且政府的救、就、市、是、往往受益的是债券拥有者，对股东们并不一定是好事。虽然历史上的政府救、就、市、是，包括 GM、Fannie、Freddie 等等，虽然都在关键时期提供了宝贵的现金，但更多的都是保证了债券投资者可以得到还款，对于股东们，至少几年内都是遭罪的那一个。 所以，巴菲特减持航空股，是不是为了不久的将来不想被卷入这旧事烂摊子中呢？以上仅是 CK 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做的一个猜测。具体巴菲特究竟是为何做了此决定，希望在五月的股东会中可以得到一些讯息。也希望这个视频对想要投资航空股的投资者们带来一些帮助。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哦。我是 CK，我们下期再见。